3年前，我出车祸，医生宣布我是植物人，放弃我了。我想放弃，不想活了。我想放弃，不想活了，因为我没有爸爸妈妈，从小就是阿嬷照顾我，阿嬷一直跟我说要活下去，她一定要把我照顾到好。好起来！哦，你要拍就拍清楚一点。哎呦，我站出去是哈。喂，你今天去哪里？哎，你这边先，边先。这阿妈，咱顶回有拄到伊啊。第三摆啊，哦。哎呀，哎，你是之前有来拍照那个小妹对不对？因为突然间好像觉得你长很大了。啊，你有看过我吗？没有。我要站起来给你拍一下，我都认得你，你怎么会不认得我嘞？哎，来来来来，你今天有带了一张草稿？对，我觉得你进步好多，锦鲤比锦鲤看厉害。OK， 是不是写了一段话要念给谁听的？别等下讨好像的呀。念给所有人听。念给所有人听。所有人听。我跟你讲，哎，碰过。你给我一个你的故事。我会记，我会记第一摆是阿妈讲，因为这个早起那是。植物人是阿嬷伊亲身给照顾，照顾伊小可会惊咯，用拐啊，一吐一吐，我计是吐起来，阮台顶讲迄个四脚怪迄种诶。植物人呢？对，然后慢慢就来，还佫讲话，还佫小可咳咳咳咳，即卖又做两批，所以阿嬷的爱心真正非常的伟大，真正有够厉害。来，请念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萱。我今天来这里是想要跟大家说谢谢。3年前我出车祸，医生宣布我是植物人，放弃我了。我想放弃，不想。我想放弃，不想活了，因为我没有爸爸妈妈，从小就是阿嬷照顾我，阿嬷一直跟我说要活下去，她一定要把我照顾到好，好起来。后来真的可以慢慢走路跟说话了，我很谢谢阿嬷。刚好超级夜总会要来这里，我谢谢你们，让我有机会在台上跟阿嬷说谢谢，让好多人知道，都是阿嬷照顾我，让我好起来。阿嬷很伟大，我知道你们又要来了，我想过来。让大家知道我已经好起来了，好，慢慢好起来了。谢谢阿嬷的照顾，也谢谢北极殿的玄天上帝对我的治疗与保佑，让我好起来。我想跟大家说，只要不放弃，只要坚强努力，一定会成功。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一样，不要放弃，一
一定会越来越棒。我想感谢阿嬷和曾帮助过我的人，还有我男朋友。我想点一首歌叫《今生爱过的人》，送给他们，也送给碰哥、顺哥，谢谢你们大家。我的马上来起来，和大家拍波揽一下，好不好？来。真正哎，哇！向大家，向大家，变个足健康的啦！真的太伟大了！来，跟阿嬷抱抱，快点！感谢阿嬷。一步步走入阮心房，青春梦，爱过的人，伴阮今生慢慢行，过日头也是茫茫。往事一步步，一站过一站，路袂停，心愿完成。拢是情的一生，风风雨雨的命，痴心拢有天来定。咱两人缘分无散，感谢你甲我来。